唔該曬，好，拜拜。 Raymond， 麻煩你，下一個好急㗎，客户喺鹿頸，你先去，我陣 send 個地址俾你啊。好，冇問題，即到。我叫 Raymond， 係康業信貸快遞流岸急先鋒服務嘅司機，做咗呢份工啱好一個月，初時都覺得冇乜特別。 同一份速递嘅工作冇乜分别，不过越做就越觉得有意义，因为呢个服务可以令到客人以最短嘅时间，就算唔使上我哋嘅写字楼，都得到最准确嘅物业贷款资讯同确实嘅审批服务。每次做完个 case， 个客梗系开开心心同我讲拜拜啦，我就觉得最有成功感，因为又一次帮到客人解决问题。嚟紧呢个 case， 希望我又可以帮到佢哋就好啦。 我系呢个养鱼场嘅老板，我咩都要亲力亲为，控制成本啊嘛。所以平时真系好忙，由朝做到晚，冇计啦，力不到不为财。最近行家有批超值高档鱼苗出售，比市价平咗成20% 真系好抵啊！不过计落都要成50万先买得到。我哋呢初做老板，流动资金唔多，经朋友介绍，叫我搵康业信贷快递，希望佢哋可以帮到我啦。 黄生你好，我系 Raymond。你好 Raymond， 真系麻烦晒，咁远要你走入嚟。我要睇住档生意，所以完全行唔开。好在有你咁方便嘅车队服务咋。唔好客气啦，我哋就系知道客户嘅时间系好宝贵，所以我哋就决定推出全港首创嘅流岸急先锋车队。只要客户有需要，无论远或近，我哋都可以做到 一 call 即到。等客户可以喺最短嘅时间之内就可以申请到物业贷款。因为我哋流岸急先锋嘅服务宗旨系三快啊嘛。 即刻简答到你嘅问题。好啊，唔该晒。黄生啊，已经接通咗我哋写字楼嘅同事李小姐噶啦。黄先生你好。你好啊，李小姐，我想问我急住50万用嚟做生意上嘅资金周转，因为有批靓鱼苗好抵买嘅，但我又唔够流动资金，我可以点呢？唔知可唔可以用我栋村屋申请做物业贷款呢？ 黄先生，其实我之前已经同你讲过，你栋3层楼高嘅村屋要贷款50万系一啲问题都冇噶。只要业主拥有物业，不论系新旧嘅私人楼、写字楼、工厂、铺位、村屋同埋车位等等，就已经可以做到物业贷款噶啦。而且贷款额更加可以高达物业估值嘅70%。我哋仲提供物业一案、二案同埋居屋业主私人贷款等等嘅服务俾业主选择，业主系唔需要提供入息证明。 就好似黄先生，你做生意咁啊，就更加唔需要提供财务报表啦。咁申请手续方面会唔会好复杂呢？放心啦，黄先生，我哋依家可以先透过视像电话同你做一个初步审批。等阵间 ，Raymond 会将你嘅物业资料，例如差饷单、楼契影印等等，传送过嚟我哋公司。我哋审批部嘅同事会即刻为物业作出初步审批。当审批完成之后，康业最快可以喺24小时里面批出整笔贷款俾业主。 哇，咁方便！系啊，不过最重要咧，都系因为黄先生选择咗我哋康业首创嘅流岸急先锋车队服务，等我哋可以喺最短时间里面帮助客人完成物业贷款申请，咁客人就唔需要浪费时间喺交通上面啦。咁麻烦Raymond，你帮我将啲资料传输俾李小姐。得，冇问题，即做。
我哋嘅同事已经为黄先生你嘅申请做咗初步嘅审批，而律师亦都为黄先生嘅村屋核实咗业权冇问题。听日黄先生就可以攞到500,000嘅现金作为生意上面嘅周转。真系好方便，唔该晒李小姐，唔该晒 Raymond， 唔好客气啦。喂 ，Raymond， 麻烦你要赶去下一个地方，位置喺大埔。得，收到，冇问题。陈太，你好啊，我是康业信贷快递流浪急先锋 Raymond， 我一个紧嚟噶啦，15分钟之后在你屋苑楼下等啦，拜拜。喂，陈太，你好啊，我是流岸急先锋 Raymond， 个视像会议已经准备好噶啦，麻烦你哋可以来嚟屋苑楼下噶啦。嗯，好啦，拜拜。Hello Raymond。Hello 陈太，陈太。啱啱先打完电话系你哋个专线，食完个面你哋就到啦，真系估唔到快得咁紧要喎。喂，顾客提供最快最佳嘅服务系我哋康业一贯嘅宗旨嚟噶，准时系我 Raymond 嘅责任。我哋嘅同事李小姐会帮两位做申请噶啦。你哋嘅服务真系好即时。两位请跟我过嚟呢边啦。陈太你好，等我了解一下你嘅情况先啦。好啊，我哋两公婆不嬲都好中意用信用卡买嘢嘅，碌碌下唔觉唔觉仲争咗成10多万卡数添。咁啱我先生间公司上星期仲裁员，连佢都有份啊。我自己上门教琴，收入又唔稳定。依家我间银行仲加高咗信用卡嘅利息，所以咪谂住出去借钱，一次过还清晒啲卡数啦。点知搵咗好多地方都唔肯借啊！我依家都唔知点算好咯。同埋我想知道咧，同你哋借同万能借有咩分别噶？首先，康业信贷快递嘅物业贷款利率系固定不变，但系信用卡就唔同啦。当你逾期还款嘅时候，银行可能会作出相应嘅利率调整，好似最近有啲信用卡公司就会因应信贷风险而调高利息。另外，若果卡主每月净系清还信用卡最低还款额，信用卡月结单并冇清楚列明还款期，喺付出庞大利息支出嘅同时，根本唔知道自己仲有几耐先至可以还清所有卡数。而以康业嘅物业贷款系清还所有卡数，供款单上面就会清楚列明还款期同埋还款额等等嘅资料。但系我层楼仲未供完嘅，申请手续会唔会好麻烦噶？其实即使业主嘅物业尚未供完，佢哋都可以向康业信贷快递申请物业议案嘅贷款服务。申请人净系需要带同供款单、差饷单同埋管理费单。找我们流岸急先锋车队帮你申请，只需要24小时，你们就可以拿到整笔贷款去清还所有卡数的了。那实在太好了，估不到这么简单方便。是啦，还清晒卡数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了。两位喝点东西。谢谢 Raymond。唔該曬你喎，唔使客氣，黃先生。Hey Raymond， 哎黃生，喂唔該曬你啊，冇咁講冇咁講，我先走啦。OK 好，拜拜。你好，陳生陳太。你好，我同事李小姐會幫你噶啦。陳生陳太，麻煩呢邊啦。自從我嚟咗呢個部門之後，我真係感受到乜嘢叫做幫人嘅快樂。每次我翻工，我就覺得我份工作好有意義。我希望可以走遍全香港，帮到每一个业主。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康业信贷快递嘅资料，可以致电2110-2110，或者浏览网址 www.connew.com。再见。